我是雅云。今天的影片呢是一个非常简单、简短、快速的来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希望可以赶上这个夏天的尾巴，因为现在已经八月了。其实我应该早在应该五六月的时候就应该要做类似这样子的影片，不过因为真的太多人问了，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是应该不会有人想要知，应该说大家应该都会自己都知道了。原来其实很多人不知道，也很好奇我到底是怎么穿的。所以我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说夏天呢、啊，或者是比如说一般不是夏天也是，你可能会穿一些晚礼服啊，比如说之后可能九月开学，大学可能有一些什么 party 啊，你可能会穿这种平口、细肩带等等的衣服。那底下的内衣到底要怎么样搭配？那我自己又是怎么做选择的话呢？假如对今天影片有兴趣的话呢，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赶快开始。基本上我觉得因为胸型的部分每一个人不同，还有接受度不同，所以大家就是可以看自己比较喜欢哪一些。那我就告诉大家，我其实这些我都会做使用。你知道我走在路上啊，就假如看到有人穿细肩带或者这样平口的衣服，或一些小洋装，然后就是露出，就是除了衣服的肩带以外，然后还露出自己的不好看的内衣肩带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说 come on， 花个钱去买一点好看的 new bra 或是那个平口内衣好吗？或是胸贴也好啊，就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。就是明明衣服不是那样穿，然后你内衣一定故意要设计出来。那我今天呢先额外撇开另外一个部分，就是比较有性感设计的内衣，我今天不做这样子的介绍，因为我觉得假如你是刻意想要露出来的话呢，我觉得也非常好。特别是假如你晚上想要去 clubbing 啊，想要去 party 啊，你就是故意想要穿比较露，就是比较 loose 比较松一点，然后故意宽松，想要露出隐约的肩带或者是蕾丝设计的内衣，或者是侧边隐约想要露出一些蕾丝的花纹的话呢，那就是另当别人。所以我觉得假如你想要露内衣的话呢，你一定要露出来的是非常好看的，是经过设计过的，是看起来觉得让人养眼，觉得哇好时髦，好会穿，隐约露出性感的感觉，我觉得那个是没问题的。那我今天就撇开那一些，我就是做基本的，就是最简单要怎么样可以穿出衣服原本样子的影片。首先第一个呢要拿出就是好害羞，就是内衣。然后内衣的部分的话呢，就像我现在穿这种的话呢，就是说我自己喜欢穿的就是平口内衣，最常跟最喜欢穿的就是平口内衣，因为我觉得平口内衣比较不会担心流汗的问题。因为像是假如是贴的那种所谓的隐形胸罩或者是胸贴，就会比较担心流汗。那这种一般的平口内衣，因为后面是扣式的这种，所以基本上它不会有所谓的掉下来的问题。那我自己这边有几款给大家做一些参考。首先这两个呢是在淘宝购买的，其实这个很早，最早最早以前我一开始先穿 Victoria's Secret 的，可是那件已经被我穿到就是有点洗到有点旧，然后钢圈就是有点歪掉，所以我后来那个就丢掉。那其实我有跟大家分享，因为 Victoria's Secret 的平口内衣呢，它垫很大，所以就是它里面前面的胸垫呢，它塞很多，所以你可以直接从 A 罩杯升级到 C 罩杯。所以假如大家想要就是大丰满型的话，再加上因为它是欧美品牌，所以它的尺码做到很大。那我先展示的是这两款，这两款的话呢是我在淘宝做购买的，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质量非常的好。那一开始呢我是买这种，就是它是比较怎么讲，不算是那种隐形胸罩的感觉，因为它上面其实有一点点小小的这种边线，所以假如你是穿像我今天这一种就是真的很贴身的话，这样子的平口内衣反而就是会有一点点露线，就是会跑出边线。所以我后来呢就买了一个这一种，就是所谓的它真的是完全上面是平滑的，完全没有边界跟界限的。那这种呢其实就比较符合穿一些更加贴身的，就比较不会看到边线。那我觉得舒适度来说两个都很舒适的啊，就只是说差别差在这里。那假如我有的时候穿一些什么可能 T恤 啊，或者是比较宽松的背心式的话，我可能就会想穿这种宽松型的，我就会搭配像这种。那假如是穿那种比较贴身的，然后会看到边线的话呢，那就是穿像这一种。那这两款呢都是那种完全没有，就是很薄，根本没有增加厚度的。所以就是假如你是跟我一样不在乎集不集中问题的人的话呢，因为像我自己本身就是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很喜欢就是把上围挤的，就是中间有一条沟，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各自的审美观不同。我觉得有沟也 OK， 我也会挤到有沟，有的时候我是看状况，可是基本上平常我会比较喜欢就是稍微围挤中，但是中间有空洞，比较那种欧美性感的 style， 那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就是方式去穿衣服。那这就比较薄。那假如你想要厚垫推荐的话，就是我刚刚讲的维多利亚的，那可是那个比较麻烦，就是你要上网站去买，甚至到他们的店铺去买。那另外一个呢，我最近发现的是这个我在星光三月买的这个戴安芬的，然后也是我现在身上穿的。因为这款呢跟我刚才介绍这个一样，它就是所谓的边界都没有任何的
东西，所以比较适合穿贴身的，就是不会露出露线这样子。那这款呢，就是底下有稍微做一点点，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点点的厚度？那这款我觉得没有到维多利亚的这么的厚，维多利亚的更厚，维多利亚那可说是激爆款吧，就是那种哇，就是它会变得超大这样子。然后这款的话呢，就是算是有垫，就是算是中等基标准版的这种垫的，它就垫在下面这一边。然后你看，像我现在这样穿贴身的衣服呢，就不用担心说会露出肩带啊，或者是可能会跑出那个内衣的形状，因为它真的就是比较服帖一些些。然后侧边这些呢也都 OK。然后本身我觉得就是怎么讲，洞啊或什么的比较没有掉下来的问题，除非你真的洞很大，我是建议大家去上厕所的时候就顺便可以拉一下下，它这种没有办法完全到你一出去一整天完全不用拉，更何况就是可能台湾又会流汗，又是夏天，多多少少会稍微移位一下下，可是不会到什么整个掉下来什么，不会啦。所以就是大家就是自己找寻自己喜欢的款式。那这个就是平口内衣的部分。好，再来前进到就是隐形内衣。那隐形内衣的话呢，我就跟大家分享就是最一般那种，就是夜市都可以买得到，可能一片350这一种。这个的话呢，就是大家应该很常在网络上面看到。然后我觉得这个我今天比较难示意的是，因为我这个没办法贴给大家看，我觉得画面不太美观以外，我也觉得不太好意思。那这个的话呢，我觉得是最基本的，跟大家就是家里一定要有的，尤其是你会穿一些就是比较高级服装、性感的，看起来是需要那种礼服。礼服你总不会里面再配一个大妈的那种内衣吧？你礼服就是不能露出肩带啊。所以就是，假如你会穿一些比较时尚的衣服的话呢，这个绝对是必备的。像我当初做模特的时候呢，就是人手这个就是我们的身，就不是身材工具，就是怎么讲，必备工具吧。就是任何衣服都要穿这个。这个的话呢，我觉得就是假如你要制造出有勾的部分的话呢，哇，我就会选择这个。所以其实像今天的衣服呢，我其实用平口内衣就够了，因为基本上这边是看不到勾的嘛，那我就没有所谓的要不要挤勾的这个问题。那比如说今天我要穿的像这样子的，比如说 V 领型的白背心，那可能就会露出上围的部分。那假如你不想要那个叫什么挤一条勾的话，那你可以就搭配一般的平口内衣。但是假如你今天想要有勾的话呢，那你就可以选择像这样子的 New Bra 去做挤出这个勾的这个部分。那这个要怎么贴呢？我觉得第一还是看你自己本身的胸型舒适度为主，我觉得舒适度是一件很重要的部分。假如你贴上去之后你觉得这边全身不自在的话，那真的没必要，就是真的要贴以舒适度的方式为优先。第二个的话就是贴你想要的形状跟搭配衣服的部分，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呢可能，好了，我这样暂时比一下，我把大家移下来一点。比如说形状，是我指的形状是说，比如说今天的衣服呢，它可能侧边这边是这样切下来是镂空的，那你总不可能 new bra 贴到后面吧？那你手一抬，你不是 new bra 就给人家贴看到你这边贴的 new bra 吗？对，或者是说你的衣服可能是侧边的，那你可能这种你就要贴直的，就是让侧边这边不要露出来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其实第二个部分就是看你衣服的剪裁，就是看它怎么贴不会露出来。那第三个的话呢，我会考虑的就是要挤多挤。就是你要那个勾要多，就你要那个勾要多深啦，多近，应该说你两个胸部要多近。因为这个的话呢，就是你贴的方式，比如说像我自己的话，就是你要越集中，你就是贴越外面。我自己是这样子，就是你贴越外面之后，两个扣子往里面扣之后，会把整个你的上围全部都集中在一起。那这样的话，集中的效果会是最好的。但是这样子集中效果最好的时候呢，你当你在转侧边的时候，因为你这个已经贴在侧边了嘛，你不是贴很侧边，然后不是这样集中过来吗？可是你在侧边这样贴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这边很容易有一个被拉扯的形状，就会看起来胸部不是圆润的自然的样子，就会感觉、就是哦，你里面贴了 new bra， 就是一看就觉得就是哦，动过手脚的样子。所以我觉得你要取一个平衡，就是你希望可以越集中的话呢，你当然要贴越外面，可是贴太外面的话呢，就会导致这边被过度拉扯的话，会看起来就是会有一个那个胸扁掉的感觉。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就是有一种这人一看就是看起来有点形状胸扁扁的。像我之前就会买那个专柜品牌，就是 New Bra， 然后它就是真的就是就是生命寿命会比较长一些。所以我觉得贵一点的话有贵一点的好，那便宜的也有便宜的好。然后
我今天介绍的这个 New Bra 算是里面是平的，它等于是非常薄的一片，它没有任何的垫。那其实像这种 New Bra 也有分很多型，比如说什么下面是半垫型的，很多各种。可是因为我自己比较没有那么就是讲究，需要超级无敌集中，所以我就会选择这种最一般的。好的，那最后一个呢，也算是我第二常用的。我第一常用的呢是平口内衣，第二个常用的是这个，最后一个才是这个。这个比较像是那种我很正式的衣服我才会。那胸贴呢，有胸贴的好处，就是我相信大家，就是各位女孩子应该回到家就是不穿内衣的吧，应该没有人在家里面睡觉还会穿内衣吧，就是家里一定是最舒适的状态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的好处就是你没有那种被，比如说你这个黏一定会有一个压力在那边，那你这种扣你可能会有一些钢圈跟后面扣子的这种压力在那边，那这种就是最天然最舒适，就是你只要往你的点点上面去贴，去挡住它，就不要让它激突就好。所以这种是我觉得舒适度是最好。可是有一个问题是，因为大家胸部一定不是本来就这样，本来就不是这样两个黏在一起吧，一定大家都是好好的长在这里，所以有一个问题是说，你要这样贴的话，你就会胸部就会看起来很不集中。所以假如你刚好是穿比较贴身的话，你就会有一种两个那个胸部垂在这边，然后不集中的样子会出来。这个衬衫其实它中间是一个大 V 领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，它其实是个大 V 领。那这种衣服我就有两种穿法，这种衣服呢，要么里面是穿那种性感的蕾丝内衣，比如说衣服稍微吹开也会看到里面一点蕾丝，哇 ，so sexy， 就是这是一种。那另外一种的话呢，就是贴胸贴，等于说我其实中间这边是开的，然后这边就贴住胸贴。那当然你说这边可能会，会被风吹就那个，那你自己要注意，不然你就是这边贴双面胶。因为像是做模特儿的时候呢，衣服假如有任何可能会曝光的几率，我们都是贴双面胶的。你不想要很集中，你看像这种它里面已经有内垫，你不想要很集中，你就可以直接贴这种啊，就贴在里面，你就这样就完全不会有什么内衣的束缚啊什么的，就非常夏日很轻松的可以出去。对，那当然你这种也可以搭配一般的平口内衣，或者是你要巨集中，你要有超深的乳沟的话呢，你可以搭配像这一种。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了。然后我今天的影片呢其实不算是一个就是很长，是一个比较简单，主要是因为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用的是哪一些，那我怎么选择跟搭配。其实我一开始不太想要拍这样的题材，主要是因为我一开始不觉得这会是一个问题，因为我会觉得这不是本来就应该要知道的事情，会觉得有点像是说地球会自转的那种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样的那种感觉，是本来就应该知道的知识。可是因为主要是我是模特儿，就是职业出身的，可能因为这样子的关系，我才有这样的想法。后来发现其实很多人有这样子的疑问，所以我今天就是做一个简单的分享。然后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自己去市面上多试多看看，然后找到自己喜欢的形状啊、罩杯啊，然后跟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诠释衣服。好啦，那假如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，记得帮我影片按赞哦。那假如你还没订阅频道的朋友呢，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也记得滑到下方关注我的社群平台。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再见咯，拜拜。今天画完觉得意外的好看，而且我今天橘色的腮红下手比较重一些，想说故意制造那种日系卡哇伊这种被晒伤的 feel， 好像蛮成功的。